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DXL 战队对战 GameCox， 主角是 CS 1.6 殿堂人物传奇狙神大仙瓦力沃，地图是 DOTA， 此时阵型是2-3，根据爆点逼通人多迅速回防帮忙扔 TOS， 突然狗蛋没开二度瞬间三杀，同时瓦力炸飞一人快速上前干垃圾亭甩墙击毙，两人配合天衣无缝。第一时间扔出中路烟雾，此时阵型仍然2-3，与狗蛋再次来到 B 区，扔出五封低通手持 O3 等待，对方要出立即抛出O3在顶狗蛋上香，狗蛋腿短颇费周折，此刻要小心中路的偷袭，婶婶探出第一时间锁定中门，忽然二狗身亡，碎步移出前去查看中门，靠枪架枪中门爆闪，对方可能要出或者上小道，牢牢锁定，不确定对方的目的，需要多观察小慧。突然狗蛋身亡，迅速上前架枪，下蹲瞄准闪现，瞬间双杀爆头，继续碎步移出再狂点，原来是奶狗险些误杀，此刻要注意菊花的安全，正想跳出时被杀身亡，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，突然爆闪中路要出立即反雷，碎步移出开镜瞄准，不断定位瞄准，忽然双方一换一，祸不单行，二狗也阵亡平台，以后迅速上前甩狙击杀，又立即扔出O3延迟对方的进攻，再抛出近点五超级菊花，刚狙找人仔细查看瞬狙击杀，被大来人瞬进击毙，眼神真好，此刻小道还有狙想没中，还好奶狗补枪，此时阵型还是万年不变的2-3，对方封烟瓦力还以颜色，逼动人多迅速扔出包三，同时要注意中路是否有人，感觉不妥又抛出三叫来狗蛋顶箱子，开镜查看瞄准，对方道具进出打逼可能性要大，注意反闪又猛然回头穿射婚烟，再次穿射击杀离谱，不到一秒又再杀一人夸张甩狙击毙，同时狗蛋补枪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